花莲书法家罗浩全曾经为了搜集大陆出版的广碑别字绝版书法学刊，寻遍了台湾、港澳还有中国各地的书局，皆无所获，却在今年11月间经由学生在鹿鸣酒店书房内发现这本书，因此特地亲临饭店商界影印，并依约规定准时归还这本绝版书。来自花莲的书法家罗浩全老师正在提笔进行书法写作，为了感谢鹿鸣饭店借予他一本他苦学26年的